要哭就哭，要跳就跳。。你好，靠窗的卡座最低两人起坐。您等的人到底到了没有啊？要没到的话，麻烦先挪个地儿，也别耽误别人花钱正经谈恋爱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男朋友马上就到了。好，那要不您先把菜点了。我们店有一特色，就是上菜特别慢，要给您饿着了可不好，饿坏了怎么海阔天空？谈情说爱啊。烫青菜有吗？麻辣烫有，青菜有，烫青菜没得。这么大个店连烫青菜都没有，那笑死人了呀。死也没得。麻辣烫只要青菜。好。两份。您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什么情况啊？140块的麻辣烫就这么点东西，欺负谁呢？我要找你们经理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到你？我就是值班经理，记住了，周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不是说要来找我吗？为什么又不来了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要来中国找我，你现在说不来就不来，你知道我有多没面子吗？我现在家也回不去，寝室也回不去，他们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。亲爱的，说太快了，听不懂。我不管，我反正你现在要马上跟我来中国，要不然我就跳下去。这段时间还实在太累了，你是好女孩，只是我们不怎么合适。祝你幸福，再见。谢谢。要哭就哭，要跳就跳。老爷们等上厕所呢。变态了你！我要上厕所，你没看这是男厕所吗？这世界很酷。